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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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BGM 啊 ，BGM 是 Color X， 是我最爱的徐梦圆，徐梦圆唱的，也不是唱的，就是他调的。音乐酒吧的这个广场舞，我把那个调出来给你看吧。这个音，这个出场音乐，哈哈哈，可以，一会儿在 YY 放一曲。等一个狗吧的午夜 DJ， 可以得删了。可以开心就好，本来玩这个就是为了开心第一，对吧？可以。主播，你玩王者荣耀吗？我王者荣耀玩过，暂时。哇，这哥们儿他妈的只玩 DJ 的，全部都是 DJ。我们这个队没有天使，我操，好稀。但是他 DJ 玩的不错呀。码率高一点，有点马赛克。我这个4000码率，兄弟，你先把你的网，把你的网去调一下吧。然后你点一下超清，没有问题的，真的，不是我的问题，兄弟。OBS FPS 调了多少？60啊！我靠，这么高！已经给你们最尊贵的观影体验了，好吧，不要再要求了。这个是南瓜，这个是大南瓜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只会他妈玩 DJ 的菜鸡。大南瓜也是玩饥荒的，我操，我这他妈是饥荒队。这个安娜也是玩饥荒的。哎，拍了，大哥哥，这个蛋好快。病娇有大，病娇有大，拉吗？不拉了。这个大锤大招有点快，这个现在已经少十个大招了。盖盖子就少了一个亿，他好几个亿了。对，盖盖子其实也蛮快的，88。这波是有大的，哎，76开大了，二楼直接死了，直接开大宝，这边掉一个76，这波应该没得打了，大到了一个，大到了一个，没了没了没了，天使还有复活的，随便怎么打都赢了。他把技术给了猪，猪没用啊，对，点应该是稳稳站下了。76先掉了，很关键啊，76是捏着大招死的，然后他这波又把大给开了，那就没啥机会了。下一波可能会被平推，因为他们这边76大招放掉了，然后换了个原氏出来。这波这个方是有麻妹这个、两边好像对于这个点的二楼都没有什么意向，二楼都不去站，就在一楼互怼了。原氏在二楼，76可以选择去二楼，可以选择去和安娜一起上二楼。这波他们已经是优先动作了。对，一个开大。是吗？对，大锤用身体挡了一个大招，但是自己血量不高。举盾，举盾。毛妹有大。应该是要吸了。毛妹有大。吸了。两个双火。被猪收。能不能收？被猪打死了。然后这边的话。迪瓦是有大的，迪瓦是有机甲的，在疯狂的捅天使小姐姐的屁股，小姐姐刚不住了啊，小姐姐死了，盖盖子的话也要死，但这波打赢了，为什么还要交激素啊？为了安全起见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对，
安全第一啊，特别是少男少女们，对，安全第一。就感觉这波进攻方面没有配合好。对，应该先把盾破了之后，毛妹先放大，然后出马再。对啊，我都说破，应该破完盾然后吸，刚刚已经破了盾了，又能玩这个自己炸死。哎，迪瓦是发现了对面是想上二楼，但这个举动是被发现了。原是拔刀，哎，这个拍和拔刀，但是被碎了，漂亮。棒棒，这个碎还是挺漂亮的，是打断了原是第一时间的一个。我到底是有大的，砸了一头猪，猪死了，那 DJ 也要掉，漂亮这波。原是没死，但是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车没有推啊，他们在这边打，对，有点伤，车是没有动的，这很关键。黄子龙还可以打到一波，对，还有一波的机会。这个哎，原七六这个位置很危险，快跑！对，不能再打了。双方地瓦都是有。哎呦，原死了，可以，这波有机会。那就有点伤了。这反方有两个大招，直接开个地瓦大招，那死吗？地瓦大招是先挡一挡的，他没有说一定要打。地瓦被碎了，没有。随便游出来，但是要谁疯狂轮流出个大招？应该是打赢了这波。这波对面没有大招，对。就这个低瓦和大神都是还是有大的、啊。他又换了个死神出来。要守不下了，守不下了。嗯，我觉得这个时间点起个死神其实也不解决问题，我觉得还是要解决正面的这个问题。正面你们得有人去这个输出啊，这样的话正面完全没有输出，全靠一个毛妹了。没有撞到大锤。大锤要死，大锤被禁疗。毛妹没有盾解，是落单之源。对，毛妹没有给他盾，不然的话解一下这个禁疗还能奶。十九开大了，看一下这波。天使是有大的，对，一样把天使抓了。天使他们这个阵容也没有人能够抓天使，只有一个迪瓦能抓。看屁股，这个迪瓦怎么样了？对，对，疯狂动作是天使。大哥哥的这个拍地板很重要，这个大锤。这边这个 gauge 是有大的，是的，马上就要盾没了，这个大锤马上然后机会就开了，大，然后找机转没转到，隔车大到了一个谁啊？然后 gauge 出了个大招，有点杀，对，挡住，可以挡住了，极速直接拍死一个小妹妹，然后拍 DJ 没遇到，一道也不死，因为他那时候有毛妹的盾。哎，大锤现在不加移动速度以后，这个基数真的很伤啊，谁都打不到。就有感觉有点迟钝。对。哇，撞到一个基数大锤撞不死，但是全部人都在打他。安娜。大锤挡住。安娜九滴血。死神是有大的，死神有大，但是全被迪瓦吸了。对，全部被迪瓦和大锤打赢下来了，这就感觉死了，没了。DJ 还在 gay 点 ，DJ 在 gay 点，盖不住了。好的，那这个网瘾少女这边是以一个，哎，这个是网瘾少女啊，这是气大火好啊，气大火好是以3-0啊，先拿下了第一小局，时间还有1分32秒，挺快的，我觉得。我主要觉得还是这边 FB 这边的一个输出位的选择啊。太过于僵硬，还是觉得用七六比较好。有人说有点菜，可以。有点菜什么鬼？不知道。这个应该算是大师级吧？哎，大师级。嗯，可能他是宗师的，或者是500强的，就可能觉得有点菜。没办法吗？我们这个是水友赛，你以为像这个像职业战队那种吗？啊，要求不要太高。这样的话，这边要好好想一想了，进攻用哪个低位啊？他们选择了原氏，还是选择了一个原氏？等于说这个阵容那个。毛妹和这个迪瓦也是偏向于一个半 C 位的状态，就没有一个正统的 C， 都是一些。这边的大哥哥不是主要下锤的吗？金斧子也不知道换一个。不知道他可能没时间玩吧，他学生呀。没
他五点要去学校了，我估计决赛他都打不了。那应该就要找个人顶。嗯。要不然我去顶。我啊。你去顶那不行，站总顶，最多站总顶。你他妈你去顶还玩个鸡儿？而且你肯定被你们群里的人喷死。可以。是不是？反正我个人不推荐，好吧？还不如我去呢，我操，我大锤比你们两个都菜。战总还比我大锤还比我厉害的。我大锤就3000分吧，不能再多了。这个战总的大锤有什么呢？可以刮死一个天使，关键。对，毛妹疯狂的滋安娜，但是滋不死啊！打迪瓦，打迪瓦，打迪瓦！哎，我感觉这个版本就变成了一个打迪瓦的版本，谁的迪瓦先爆？哇，这边很凶啊，打的！哎，这个阵容竟然打下来了，三肉一元士。再垃圾也是个骆驼，我感觉是头驴。那我感觉我是头驴。哎，狗巴，我们这个看了这么久，你觉得哪局打的最激烈啊？就刚才那盘呀。好吧。就刚才那盘，抢点图都抢了5局的那盘。不过这个定龙吧，这个反转环节其实是有大的。你们别说 DJ 没用，现在棒子那边体系全是 DJ 体系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给一个激素76最大的保障，再一个音障保他。吸了，吸到了天使，吸到了4个天使，天使，天使死了。哇！完了完了完了，这波感觉要被平推，大招也没有交。A Y R 还在 get 点 ，get 得住吗？假爆了。再是一拳，傻分在拼命的逃窜，跑酷76再现江湖，还能打一波，打一波，这波这边有三个，两边都是三个大，看 KK 子了 ，KK 子一个空大，哎死了，慢慢的要用这个技术吗？两个毛妹火起来，火 ，DJ 大招交吗 ？DJ 交大。交大，我觉得杀不死人。嗯，很重的毛妹。这边圆这个大锤。傻分这个76还在跑，跑酷76，可以的，救下来了，可以。毕竟跑酷76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已经那个决赛了，参加不了了。都是我之前都是我和狗巴群里的，我和狗巴群里面的人，是我们群里面的人参加不了的。我感觉有的也是外面拉来的，我感觉下次我们要在那里的。有的不拉过来，打完就退群的。对，有很多。这样不太好啊，首先你们的目的不够纯洁，对吧？第二是没有起到一个交朋友的最终目的，就是交朋友。下次要群里实名认证，对，特别是妹子一定要把照片发给我，这样我可以认清是哪个妹子。特别是三维那一栏一定要写明确啊，照片发给我，这样比较真实一点，我们要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。如果那个还可以练一练。哎，毛妹吸了，我们看一下这波。大锤有大，顶了一个大招，要拍了，这波要拍，拍到一个毛妹。76在后面，76在你们菊花后面。这波76不错啊，76打了很多输出，应该是推不下来了。这波是这个帝王是有大的。哇，各种用枪托砸这个原神，还吃了个血，你自己要死了，跑了跑了跑了，溜了，可以啊这波。
刚才毛妹没有吸好啊，只吸了两个人，有点僵。对，你现在主要问题是什么？哇，这个机甲，我去！应该结束了，给不到点了，因为他们这边前面了。这边是2分41秒，那边是1分32秒。最后感觉那个天使小姐姐她没大了，她换了个小美出来给点，也可以。她是想就是靠小美来拖嘛，拖这个剩余时间，看谁拖得久。对。这个圆如果说对于这边棒棒他们来说造成了困扰的话，可以起个星星啊，我觉得没有必要说一定要 AS 去玩一个莽妹的。就现在问题是什么，棒棒他们这边是没有人能够骚扰到这边 FB 的后排，而 FB 的这个圆可以就是去搞一下对面的这个天使还有安娜，就是比较烦。不过只要天使安娜他们两个想自保的话，就是对他们两个相互，然后七六再来帮一下，应该是死不了的。Correct, I will keep you healed。就像我每次杀完小机甲，生个小妹妹，天使只要给他一条线，我基本上是拍不死他的，奶回来。关键是你拍他的时候，他一直在 A 你，他过一会儿就有机甲了。这个最烦。只要给他点资源，到时候就拍不死。小弟哇，有人问我小弟哇射速为什么那么快？你要按住左键啊，不要用左键巴拉巴拉一直点，按住左键就可以了。就是。小弟哇要的是射速啊，不是精准度，知道吗？按住左键，射得准没用，还不如射得快，懂吗？这边哎睡了个大锤，但是被打醒了，毛妹被禁了，撞了又撞了。哎机器人你发现没有，我们这个水友赛的大锤都比较冲动，都是动不动他妈就撞进去了。毕竟都是有看过直播，对，我也很冲动，我那时候很喜欢撞，我老是说别撞别撞，但是我就撞了。不是、啊、我都给你报我盾的时间了，我说盾几秒对吧、我都给你报我盾时间了，有了你再撞呀、啊、后面这我也直接撞了，我9.3七六还没死、七六这个大招不能交，得留着打最后一波、等棒棒的激素，这波其实应该等着他。对，这一波有点伤了，还冲了，可以可以，下一波天使有大，棒棒快有大了，给七六啊，一定要给七六，不要再给迪瓦了，每次都给迪瓦，他每次给迪瓦，哎呦，感觉又给不到了，他又不给七六，好了，七六死了。我们这边就是太个人实力，就老展现自己个人的实力。拉起来，这边七六疯狂输出，哎，打赢了，可以，这都可以，班班这波可以的，班班。主要是什么 ？DJ 的这个大招没放出来就死了，这个很关键。DJ 没有开出大招，开出大招就打赢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对于这边七彩火海来说还有一丝机会啊，不然的话对面两分钟他们不好打。但是反手方 DJ 是有大的，可以直接上来打一波。对，可以打一波。马上有大了，我觉得没有必要等了，直接打一波大招，按过去就好了。开个加速上来怼吧，双方都是没大招。而这边要尽量避免开团，尽量避免开团蹭能量。刚那波棒棒杀两个人绝壁很激动，快我杀两个了，来，DJ 要开了，不开对面有大了，还在加血，哇，小妹妹炸了，能把他轮死吗？炸，没盾，那就要反打了，DJ开大，急速给大锤，灌死大锤，大锤有大了，大 S 我的话，刚刚那位置稳大了，对，反身一给住
了，反身一个大。这波是打了，挡住的了。嗯，打晕了这波。哇，这个贼撞了。是我的话，刚刚那个距离我应该是会大的。是的，气大活好，现在是一鼓作气啊，还在推。来，七六开大压制。哎，人呢？压门不让你们出来。怎么上二楼？这个他们现在是能推多远是多远。对。这边还在等大招，想打最后一波。吸了。大大大大大大。漂亮。但是这边也全被，这边也全被大了。可以。哎，天使复活。复活。要交激素了，要交激素了。交给了七六。看一下激素七六。强化七六。激素七六，你看这边的激素七六，你们那边就是不给，我就不懂，这个棒棒为什么不给呢？啊，棒棒！对，这棒棒不给，有问题啊！这棒棒有问题，玩的这个棒棒一根筋。哎，就只想着给这大神。你看这边七六接了个激素以后，跟个畜生一样，就在那边点人。你们那个七六就小绵羊在那边咬人，哎，一下自己还死了。赶紧！如果看到直播听到直播，赶紧棒棒要给你们七六激素的。对。刚刚他们证明的七六玩的还这个七六不是他们教练吗？教练不给激素，你要退役了，我跟你说。对。可以，教练已经不玩七六了。这不给教练激素，胆子发育了，我操！如果是我教练，我不给我也得给，反正我闭着眼睛把激素给他就不是我的事了。你想，教练以后不让你上场，你就是个废物，对不对？跟教练搞好关系，对吧？香烟送一点，对吧？饮料喝一喝，勾肩搭背勾一勾，对吧？或者介绍个小姐姐啊，这样你就有上场机会了。这个套路不对啊，你这个套路。听到畜生你就过来了，可以。哎，爸爸，今天晚上的鸡腿没有了。本来棒棒是一个可以加鸡腿的节奏啊，哎，原死啦，大锤摇掉，漂亮，这波大锤都换掉，对，那应该没什么机会，感觉 DJ 也死了， DJ 怎么在那么前面，这 DJ 应该是都黑哥学的，有点跳，黑哥也差不多上去送，反正没机会死完了，我送一波。这波大锤是赶出来的，大锤马上有大，哎，没撞到有点可惜。是的，是他有大，直接，我就感觉可以大这个。禁疗了，这个禁疗屏放的很不错啊。一个月可以，大锤扛着不说的，这个盾比较大。可以，这么大呀？哎，这个大家都有问题啊。哎，激素大锤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哎，往后退，奶住大锤，奶住就是胜利。哎，没奶住啊，那这样的话大锤不在正面，可能要可以打有技术开大拿了一个，哎呀，后面麦克雷独大保住了，对，但是这个开大的原势，对，但这个毛妹有大，毛妹吸了，毛妹直接开，哇，帝王有大，帝王在切，安娜死了，眼里就两个 DJ 还有这个布啊，就把基础的打他嘛，可以躲一下躲一下，毛妹只保持着高能，哎，帝王这个大为什么，因为他爆了 他要开大招重建一下，因为这是这一波很关键，对，结束了，爸爸又给帝王了，对，又给帝王了，又被睡了，但是又被打起来了，疯狂吸血，金仙能不能把星星杀了，有大了，双这边双符要有大了，这地方好激动啊，这枪没打中，大招好了，对，充满了力量，但是天使有大的，这边大锤的一个拍，啊，可以，这天使的这个位置金锤，哎，被发现了，应该要出去拉了，没了，应该没了，这波，嗯，
锁住了，锁住了，锁住了，很漂亮。拉了起来，应该没了，应该没了。那恭喜气大活好啊，是以一个4-3啊，小分优势，先在第一张图拿下了胜利。后面好像又是国王大道对吧？是不是国王大道？对啊，他们选图啊，要国王大道。先看一下最佳吧，毛妹最后一个大也很关键，天使的复活也很关键。大哥哥腰都闪了，不行啊！这波锤了10000个人，哇，全倒了，疯狂的了，全活了。下一张图。他没有用旋风锤，这个旋风锤效果好一点，满地都给他扫。站总快点来么么哒，厉害了！西瓜要下了，站总。哎呀，站总要过去吗？这个就有点烧了。战总要去吗？还是说谁？可以啊。战总，要问一下他们同不同意。估计都同意。问他们，我去打大锤，我的大锤有500分。这个木神可以去打大锤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个木神上，我双手同意。他们对面说让战总上。啊，那就战总上吧。战总4000大锤。对，4000。他们要挑战你的底线，战总，这你不给他们吃点生活。这种算，怼死他们这种，相信你的锤。啊。战总上线了，你直接把他拉过去得了。他在关键那个关站位。啊。把他拉过去。我叫个饭，我叫个饭，我饿死了。你叫个饭，那哎，怎么走了？不知道。哦，是不是这把赢了？哎，他们人呢？我看一下，我问一下啊，啥情况？我去 YY 问一下啊。哎呀，我见过牧尘的大神，谁记得牛批各？哎，你们这边怎么说啊？什么情况？你们这个队有脾气啊，哥们！哎，他们在生什么气啊？不知道。不给站总上吗？不知道。一边说是我们不是说让站总上吗？对面说让站总上，然后这边说是说他们有人的。那他们拉吧，要他们拉就 OK 了。对啊。把这种调回来吧。哎，把这种拉回来，这个关照位怎么满了？对，把这种拉过来。什么情况？有点莫名。哎，莫名其妙啊，这感觉。雨露均沾，其他一般，这个是谁啊？打个水友赛，生气就没必要了。大家都是水友。哎呀，毕竟小姐姐可以。
要向我们小豆糕学习，这小姐姐脾气比较好，还可以调戏调戏。啊，像药水这种，我感觉调戏药水这个药水都不会说什么的，很嗨。这边公屏能不能进了的呀？药水，你声音很小啊。对啊，小大一点是吧？不要这么小。这不是在做什么偷偷摸摸的事情？肯定在哪个小帅哥的旁边。什么鬼？我们在寝室好吗？哎，寝室不是有很多小姐姐吗？对啊，很多小姐姐，能不能把这个公屏给进来？对。我先点个饭，我饿死了。啊，谁有菜我都不知道。对啊，机器人，你跟他们说一下，谁在说话直接判负。我先点个饭，等我一下啊。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好像吵起来了。哎呀，这种牛皮啥？可以等两张裸照。两张裸照。是哪边选图啊？狗巴好像是说国王大道，好像说是我们这边。狗巴吧，狗巴，应该是输的一方先选头吧。他们是不是前面这张好牢屋是不是他们选的？那个打个水友赛就没必要生气了。你就说输的一方就选头吧。啊。妈了个鸡，这个饭店不接电话的，操！哎，啊，有人在想我，张总是不是你？必须的。可以。我操！Now entering King's Row. Select your hero. 个 BB 姐的这个脾气跟狗巴有点一样啊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了他？啊，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他们在生气生什么呀。我也不知道，就感觉他们很暴躁。对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对面就是说你们随便，对面都让他们随便换了，这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就不懂。哎，就很奇怪，我们拉这种帅气的手上不怎么样，这种大佬侧线。他们可能就是因为是一个车队的，平时一起玩的，比较熟悉吧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我记得狗吧，这个 BB 姐跟战斗还挺熟的。在群里面看他们聊天，那我就不懂了。这可能是一个单身女性的愤怒吧，这个我们不能不太理解，可能是单身压抑太久了以后爆发了。哎，不要担心，说什么垃圾水友啊？不要担心节奏，这边有人带节奏。
很奇怪。直播间吗？正常的，正常的。Stick to the plan. And if you get into trouble, I'll bail you out. 一个30年的套餐就行了，这种。我也不知道，这他妈的玩个所有赛都能抢钱。而且是他们自己这边有人要换，对吧？是他们的问题。对面就算开一下玩笑，也应该没什么事吧？好了，不说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我是从来不会说是包庇自己的那个的。有什么说，有什么就是什么的。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就算吵起来，也是这边 FB 的问题。哎，撞了这个大锤。也随钻，但是他能。这边起了个袁氏，要去骚一下后排。不来了，袁氏死了。这棒子太多血了。迪瓦风之靴，这棒棒怎么被撞死了？有盾有奶。但是天使姐姐快有大了，再奶一会儿，再奶一会儿，有大了。右边房间里面有两个很残的。可以，有大了。有大了，拉拉拉，拉一个七六起来也好，拉了一个七六。对。吸了，阿贡，奶住大锤，哎呦，没了没了没了。天使，这边进攻方的天使也有大的。哎，这边的七六是不是刚换的？对对对。有点强呀。他们是一个毛妹换成了大锤，然后这个新加的人。他防什么大锤？而且撞的那么久，应该的，不到奶。他爆的锤都。对，我觉得英英子有点冲，不是，君子有点冲动了。对，太快了。你这个七六有什么好跳的？在毛妹面前直接被戳死。仗着自己复活点近吗？他去前面压的，应该是不让对面的人出来，也可以。傻分有大了。哎，这边漂亮。哎，这个被收。没人管他。哇，这七六的火力全开了，这是最烧的。他们这边两个奶啊，两个肉加一个七六，火力全开。Everyone heal up.他们这边是一个双输出点，主要是这个原氏让棒棒他们很难去安心的去奶人，总是要去顾及一些，就是顾及原氏。棒棒啊，棒棒是被切死的，我以为棒棒又被撞死了。棒棒有大死了，很伤啊。哎，傻分，哎呦，运气不好啊。感觉没了没了没了，没了，没推啊，有点杀。就感觉美国队有问题啊。对。棒棒那两波被撞死不太应该，他激素没有交，第二波是激素没有交，是被原切死了。我感觉七六应该，傻分应该是时候过来帮一下这个棒棒，然后三个人加上天使三个人一起去把这个原石赶走就好了。正面的话，肉只要自己注意。只要这个天使棒棒这个两个安娜他们互打，估计这个。对，我感觉安娜都能单杀这个。安娜加天使就能杀这个，啊、杀这个七六吧。啊、三个睡到他，然后再来个什么强化，这个再来个什么天使给他加个弓，对，这个瓶子 A 一下基本上就死了。
们这时有都是什么分段了？圈里的一个四千多分的，然后其他都是三千多分的，大部分都是其他。公平公正。Somehow it's done. Take the objective. I think I've got this, old man.哇，这个弹翻翻天使都有大就有点难了。嗯，就看教的怎么样了。这现在这个版本不再是说几个大招谁大招护腿就谁厉害，主要还是看这个天使的复活时机。对，你看你看你看，拉出个，然后这下没死，哦不开死，然后拿回来直接转回去。哇，天使大锤被撞飞了，抡死个 DJ。 对啊，这波天使有大死了，那这波的话下火好就站下来了。哎，不好说，两个人还在门口，大锤顶不住了，那这个也要死，漂亮，嗯，还要复活还要打吗？这个麦克雷就被卖了呀，被一个迪瓦单杀了，没必要的，我觉得还不如打下波。月这个拉起两个人打六个人是打，这边进攻是有麦克雷有大招的，刚刚麦克雷都有大招，原氏也有大招，是要不知道防守方的麦克雷会不会绕龙上。这边的这个进攻方的这麦克雷是绕龙。气到火好的麦克雷已经上二楼了，但是这原氏已经在二楼了，他没看到吗？在他后面。越南大哥哥来直播间加油了。没事，哎，君子撞墙了，可以大啊，后面这个，哎呦，大晚了，没有没有，那个 DJ 是麦克雷收的，两边都不要七六，都选了麦克雷，这个就很奇怪，不是打成了上个版本，只是辅助换成了天使，啊。这个原是话都没说完，我感觉他没激素扛不死人啊。对，那都是反水的，一巴掌拍死。
接把鸡是鸡啊，可以啊，傻翻这个大炸死两个，一拳难做，没打架子妈技术给了、这边也基本上算是一个平推。哎，这个基数给了，给了机甲炸一下是多少钱？本身是一千，给了炸一下。哎，这也无所谓了，只不过是一个大锤盾炸掉多少的事情嘛，对吧？我是觉得不划算，我觉得不如给麦克雷，或者给大锤，或者给毛妹都好。刚才毛妹也很厉害的。但是我大没保住，但是这。哎呦，毛妹死晚了，毛妹早点死就好了。大招大锤没血啊！哎，撞回来一个毛妹可以，这毛妹可以收掉。死了。这个玉，这天使应该不是我拉的，这个五打六的状态应该是可以打赢的。波顿。打吗？大招，哎呦，没打到人。这边天使有大的。拉了两个。这边天使也有拉的，被拉起来被撞死。傻分有大。我操，这天使飞到哪里去了？别放个大。好、啊，还是被稍微 gay 了一会儿啊。哎 ，gay 了一分钟。Score 3-3。麦克雷防守这个图有很多地方可以赢啊。第一个点的中楼、二楼，对吧？对。那边都可以赢，特别是二楼，我特别喜欢这个图。然后第二个点也有。对。主要是这边的毛妹一定要给麦克雷一个盾，就不然说什么被碎了被弹了就很蠢，就一定要给他一个盾，能给到的地方给他一个盾。第三个点最后一个点是很强的，对，都可以给盾。I have your back。You're going to be okay.耶，歪歪掉了吗？掉了。你们也掉了？没掉。半天没声音，我们咋回事？一看歪歪被弹出去。为什么3700就上不去了？那你要多看看比赛，看看别人高手的第一视角，发现就是细节了，就要看细节了。3700上不去就是细节问题，细节还有大局观。这边两边大锤互换，应该能打，奶住毛妹，而且进攻方是有优势的，进攻方的大锤复活的比较的快。毛妹高能，100能量，能量非常的高。这个有，弹幕有大了。直接盾上不去怎么办？多看直播，多看比赛，学习。多看我们水友赛。可以。都被大锤顶掉了，而这边的话是被撞了，这边是被炸了。开大了，不用开大了，开大就浪费了。就他们这边迪瓦的大招被大锤的盾挡了，我觉得还是要先破盾吧。破了盾以后，迪瓦炸才好炸一点。为什么说高端级的大锤的盾一下就没了？对，大家都是在打盾，所有人都在打盾。而他们这边是一个法拉。打两个。麦克雷啊，不知道呀。
麦克雷想要崛起，还得看这个黑影对于这个大锤还有这些带盾的英雄的限制怎么样。可以，这个段很主要是现在黑影没有崛起，那个麦克雷暂时还上不了场。伊娃厉害了，他是小妹妹直接回家晃个星星，然后再晃个伊娃又有技巧了。还可以这样玩？对啊，这个你不知道吗？牧神一看就是不玩肉，不太懂这些细节。对对对，因为牧神只玩四次了。像我和狗巴这两个 T， 自己玩 T， 在之前也是知道的。3600分上第一赛季，我这么跟你们说吧，第一赛季50多分的人都能上3500，好啊。第一个赛季50多分的都34000多了，这赛季。对。你嘴大，他们来一波，我。OK。你讲起来，别嘴大，放慢，放奶，放慢。等一下呀，他不能。那应该是没了，有两个大招没招出来，可惜了。那只能靠他们这个第一波 gank 久一点了。4-3 switching sides。 这就很伤了，我第一个赛季54，为什么我现在1600？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。看T如何上分，我大锤啊，我大锤当排位感觉也能当分，只要给我不匹配当的那些很弱智的队友，估计都是可以打的。你看我的单锤伤害吗？My spell is still upon you. Bring it. Greetings. Get behind me. I have found the enemy. Come and face. You're ready to do some damage. 那天跟狗巴搞太晚，直接搞到五秒。I'm taking. 我操！太吓人了，这个。哎，两边大锤都撞了个空，应该都要死。对，死撞到别人家里去了。不说就看输出如何了。对，保住麦克雷，一定要保住。输出负 T， 麦克雷保住了，那就顶住了。那你为什么3000分都上不了啊？长得不够帅，我只能这么说了。你多找些人开黑啊，对，肉 T 都喜欢找三排，对吧？你要三排，而且你英雄池要升，你单排英雄池要升才能上分，单排英雄池不升，单排我英雄池就挺升的。对，不是，这什么都是会玩的，实在不行掏还升啊你，实在不行掏个原氏出来，对吧？这话怎么说的？我肉基本上都会玩的，然后我安娜我都很强，实在不行了还能掏个那个什么，原氏出来，对吧？对，哎呦，天使被偷了！那个版本毛妹是被削弱了吗？削了，削了。你看这个毛妹，不，你说那个盾是吧？我感觉是增强。现在原氏砍毛妹的盾要砍两刀，之前是砍一刀。他这个盾就是现在不会穿透了，就是比如说，你前面的大锤，他给大锤套个盾，那个对面大锤的波打到那个盾上面。就直接没有了，不会再穿过来伤到你自己的那个血口。一波大招，我操！面对面，什么鬼？哇！哎，复活漂亮！哇，这个拉爆拉！
大大大，哇，大满地。可以啊，这波。是的。但是感觉血线抬不上来，血线抬不上来。对面有个 DJ 大保护的，有个 DJ 大保护，这就很酸了，是吧？要拉五个。Protect the objective。主要是没技能，他们应该先死的，不应该先交的。要起来有技能才能打过，没技能就是送能量了。你每次都补位啊，有点我的味道，感觉他要死了。低分段排位五个输出能气死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先这样，你们先这样，听我的方法来啊。先去淘宝买一点那个降压片，然后放在那个电脑旁边，血压高的时候了，先吃点降压片，然后再慢慢考虑之后的，先把命保住啊，不要死了。天使要 gay 住啊！天使在车旁边。哇，马上就 gay 出个大招，可惜了。没了没了没了。今早就是一比一吧，狗吧。上盘是什么图啊？上盘是那个多拉多还是叫什么还是什么来的？多拉多是谁赢了？我都忘了，我操完了，谁记得？个七大魔好赢了。是爸妈那个队赢了。哦，那就是一比一打强点图。对对对，直接打强强石谁赢就谁赢。他们这两个队打得好嘴啊，就跟上一盘那个差不多，小小硬币和这个拯救网瘾少女。完了，我感觉我对，我感觉我要今天骑不了车了，饭都没吃。骑个鸡儿车，吃个饭，等带战总带妹了，你还骑车？我操！我没力气怎么带妹啊？哎呀，你骑车就有力气了，这是最没力气怎么夯啊？这个要锻炼的呀。我感觉前两周还是我们自己选就行了，果吧？为什么要他们选？他们都选地图了。他们选相同的地图就玩那张图。也不是相同，我们就自己选。他。那边要丽江塔，看这边 FB 这边要不要丽江塔。棒棒这个鸡，他又问这种傻逼问题，打完吗？肯定打完呀。昨天因为是这个我们主办方这个技术水平不过关，对吧？好，你应该问他大的小的。说到我们技术水平几次过关一样。黑哥很傻。黑哥下播了吗？黑哥，对啊，yeah. 我也说了一下午，口干舌燥，yeah. 就感觉你现在有点虚，需要一个小姐姐来弥补一下才行。本来就虚了，还要需要小姐姐来弥补。哎呀，黑哥好，战总好，战总的声音让我想起了一位老乡啊。只要不是 gay gay 的人就行了。哎，正好被战总说对了。啊？确实有点 gay。重新开始单排这个练主 T。哎，怎么又要换人了？单排能3500吗？你是这意思吗？就那个袁氏要换人，袁氏换人能不能换我上？那就上去了。不不，我上吧。袁氏，我感觉我可以。我们已经可以宣布结果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的袁氏有2000分的水平，很适合这样这个分段，真的挺适合的。
查无敌，已经可以宣布结果了。可以。你下次搞这个水友赛就只能用那个固定的人了，别换来换去的这样搞的不好。对。那个什么。主要是什么你知道吗，就是如果说 不这样换人，可能一个队都打不起来，每个队都有事情，这边这个人有问题，这边那边那个人有问题。我们上次的水友赛都是 bug 了，不太好，有些漏洞没弄好。对，应该之前就应该把 chief 给说好，是吧？对，太仓促了。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咒语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什么叫什么将，就是上次机器人说的那个，你知道，就是咒语那个推荐的那个家伙啊。我知道啊，对他那个降临那个网站挺好的，是吧？对，就是很，就有人没来就有替补，就是随时可以报名的那种，随时可以报名，他会自动分配队伍那个网站。但是随时随地加入不太好啊，这别人比如说他们六个人是车的，有一个人不来想找个熟人来，你突然塞个不认识的人进来，这就很僵硬，他们有的人就说哎我不要这个人，这个东西都说不清楚。我是组织简单的水友赛，如果你们组织正式的话，他应该会有其他办法的。也不是说正式不正式，就是他们六个人就非要说跟熟人打，你怎么办？对啊，刚才你给他硬就八个人呗，就八个人呗，就是预定八个人呗。下次这样要有替补。对，替补八个人吧，多两个人替补嘛，多两个。我跟你说啊，水友赛这个东西很烦的，就很多杂七杂八问题都会衍生出来的。你比如说你有个替补，这个替补等会儿去那边一个队去打两盘，这种事情都会有的，没办法的。还有主办方那个技术不够。对，你说有人开小孩代打吧，我觉得我们这次肯定是有人开过的，对吧？谁都不知道，而且都不好解决不了啊。对，没法搞的，这谁知道嘛。你除非是他妈职业比赛就那么几个人固定定死掉的，大家都知道这几个人。水友赛只能说首先是凭大家自觉，二是你自己这边看你想法怎么样，你是觉得就是以友谊第一，大家玩得开心为主还好呢，还是说我他妈一定要第一名这种。嗯，要大套一吧，大浪淘沙。一个人 OP 真是我嗓子都快哑了。包两包烟，你不要再在公屏里打字了，再打我要把你踢掉了。需要换一个一包烟的，不要两包烟。对吧？我要给你 charge。大锤马上有大了。这什么分段啊？这个算是大师吧？哎呦我操，我他妈的叫饭叫不到，这怎么办？没事啊，真的自己下去换个裤衩，然后下去这个自己去买这个，你干到你整更好。你可以买一包泡面嘛，然后呢用你的漱口杯泡一下。可以泡一下，这我他妈还能饿了没叫妈叫饿了吗？杀六个，主要是外卖太脏了。这边都叫美团的。外卖我有时候觉得不太放心。我一般都叫美团。我不知道有在聊什么，在聊。装过去。话题很奇怪。有一个疯狂交易。可以。强。可以，黑哥，你看一下这个毒贼，是个4000分的妹子，4000分。可以，很强。可以，很强。已经学会了。你们这水友赛搞得挺正规的，打了好久。Oh, let's break it. Damn. 有来有去，实力都挺好的。好了，后面会越来越精彩。你们不见破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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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太难了。我大嘴是有大的，来了，你在往后吗？接，那应该不用开大的。哎，看是谁？哎，没拍到吗？可以。好了，我点好饭了。一把的，特别的开心。啊什么？狗巴，你在说啥？没事，我说我点好饭了。可以。感觉生命有了保障。Let's up the tempo。点的是亲家肉丝还是？没有，点了个肉末茄子。点了个韭菜炒蛋，壮阳的。还点两个。韭菜炒蛋我吃过，韭菜炒蛋。啊，太奢侈了。一份多少钱，狗吧？我记得我那忘了吧，反正差不多每次都30块左右吧。哎呀，30块，比我还贵。一份才10块钱，又不是这个点太贵了。我这里没办法。我一份外卖才十二块。我这里物价高呀。我深圳这边物价不高。这边物价更高的，这个外卖都这个，那只能吃外卖。但是我感觉有时候外卖吃的不痛快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上次点一份黄焖鸡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也是。他你妈，他那个外卖的黄焖鸡点过来是一个全都是鸡关节的，不是鸡肉，你知道吗？全都是鸡关节。那我说我就投诉了，我说你们这个是黄焖鸡还是黄焖鸡关节？大锤可以，给盖子。然后 DJ 推了两 DJ 推了两个，我的天！哎，他们为什么会选这个地方进点啊？我也是不懂。对，就是进点打进慢了，这他妈作死，真的是作死。这个图 D 走这边，这个图 DJ 这个图黑哥最开心了。哎，你们走这里，我操，全他妈下去。对，黑哥玩多久？然后玩 DJ， 喜欢过桥，喜欢那种，对，最喜欢这种对手。爱过桥，爱走偏道，所以就说是这些不同的是黑色的。DJ 的大招，临死前，盖盖子一个大招，大了4个，不错。哎，队友没奶他，奶他的话，估计是保一下大锤了，因为他们打赢了，打赢了。棒棒不奶他，这最骚的，沉迷失落。又有人说蓝队实力明显比红队强了，前面还有一个人说红队实力明显比蓝队强。这个是打的问题，你打的优势就是他妈我强，对吧？劣势了都一样。妈的，施瓦辛格睡着的时候我在他脸上拉屎，我还是我比他强壮了，对吧？这个你妈想上厕所，这个你说不清楚的。换了个电板，发生了什么？没事没事，我就打了个比方。狗娃想上厕所。机器人，你他妈的，手机还是换电板了，这么高端？大哥大吗？听说现在大哥大要10000块一个，我操！啊，我这个手机才900块钱，贼便宜。6。我这是脚都用了1-2年了吧？很久了。对，平均分3600吧，3500-3600。我们红队是3300，然后这边病娇他们是3600，差不多的。其实这个大佬吗？4300的。对，大佬卡了一下分而已。这很酸。就所有的对比也要有客观情况这种看一下的，对吧？就像我刚才说的。张飞这么猛，他为什么死了？他你妈睡着的时候也是一只鸡啊，对吧？没办法，可以睡着被杀了。哇，可以跳大空了，很完美的空大，我看到了，非常完美。哎，又空啊！这个大锤疯狂怼奶妈，跳了他4巴掌，平衡。推，哎呦，没推自己尸体都飞了，我好惨。还敢转呀、啊？可以，很强。狙死了，要是狙不死，可以把那个大锤对，感觉没机会了，压个门口就没机会了，应该撑不了点了。对，没了。那现在情况对于 FB 来说已经非常的不利了，他们已经0-2了。来个让二追三，对，只能让二追三了。就像我们他妈最后一天那个排位结束那个最后一天，
差点一样了，嘴馋，没气那把，队友着急的都吵架了，心态都炸了。我操，感觉你骂了上去后面有一群僵尸在追他们一样，他们在赶那个火车，我操，急得一逼疯狂在那逼逼行的，哈哈，我都不知道你他妈站在那边门口等一下队友等个十秒钟会怎么样的。对啊，老是一个单一个，我也是服，老是剩一打两个人，什么打整人换在一起，卢西奥 decking in the game， 妈搞得我大半夜还吼得这么大声，差点被邻居砍死，对吧？刀来砍我了。Enemy contact。看我东方说他妈有什么好砍的，是吧？动的是吧？转，对，右转，那是残血，能不能回来？不敬业。那这个红色方应该是把人干掉了，因为他们这边机甲爆了，毛妹也死了，不懂。两滴血的怎么办？你看这个迪瓦的射速，你按住左键就行了，不要吧嗒吧嗒一直去按，吧嗒吧嗒一直按，射速没这个，一直按住快的。这不是七六四上来直接被秒了？好像是。他那个速秒是直接被秒了。看能量就知道了，能量差得多就应该是就直接被秒了。哎，大主快！接动。啊，这个是我们的特约解说女嘉宾黑哥。对，女嘉宾。多问就不要问了。常说的大三十六级大魔大奶子，可以。不约。不约，这是更骚的。就我之前听别人说，就是一个妹子在朋友圈发了张自拍，你对她最好的评价就是以鲁。而不是说哇你好美，哇你真漂亮什么的，应该是以色吧，一定要以鲁，鲁了肯定色了呀，难道还有像机器人那种色不了的吗？这就很少啦，对吧？看来酒吧这个老司机很懂，因为酒吧应该是做过，他可能是没有。我当时看到这个微博以后，我去试了一下，效果还不错。可以，妹子发了一个害羞的表情啊。你发遗鲁，妹子会发一个害羞的表情。你如果夸她好漂亮，她肯定会说。他们如果说，我妈就被拉到黑名单去了。也有可能。啊，你是在他评论那底下发了一个遗鲁。嗯，这就很僵硬了。这边留给机甲活好的时间不多了。傻分屁股被拱了一下，但是没事，跑酷还是他最溜。跑去吃了个雪糕，有一种一样的对他们吸血。哎，这边吸是吸了两个，哇，七六的输出完全被迪瓦挡住，很难受。其实还被吸血剂，可以应该没了，拯救不了了，因为他们这边是有坚持的。对。这个图他们等会儿得考虑一下去变阵了，起个猪啊什么的，在这里钓钓鱼也不错。这盘打完应该打个循环就来了，
这波大锤撞了，迪瓦在怼这个毛妹，但是感觉打不死啊。毛妹吃了一个奶瓶，自己机甲炸了，那这波打不了了。大锤死了，机甲炸了，正面一塌里糊涂。毛妹虽然有大，但是应该不会啊。毛妹，你这样都开？还交大，这就有点。没看懂，没看懂。安娜激素如果给你，你还能打；没给你，你没给了也杀不了人。我跟你说，给了以后加个奶瓶可以打，关键是没给，啥都没有，白吸。你的那时候不是很急吧？我觉得没必要啊，打下波呗，有那么急吗？打下波更好。你看这波大水毛被 DJ 都有大，自己白白浪费个大。哦 ，DJ 又要急了。他这波应该是，这波应该是骗大的吧？我觉得。对面也交大了，就他们其实是就是想让一个 DJ 来骗个大。哇，这个大锤杀了10000个。打吗？这个哈哈，又下去了。这双飞一下。宝宝是男的呀。对，宝宝是男的呀。哎呀，那双飞没意思了。总是喜欢撞下去，不喜欢撞墙。最尴尬的是把迪瓦撞下去，等会儿迪瓦飞上来了，这就很尴尬了。大舅哥要来看呀，怎么办了？不能不给大舅哥面子呀。哇，这波。感觉不对啊，节奏，要真的要让他追三了吗？得变阵了，我觉得期待火火这边要换英雄。我觉得还是要天使。对，我感觉天使好一点吧，复活一波。对。其实样二追三的气势。只有赛已经快决赛了，兄弟，下界吧。哎，被撞了，漂亮！毛妹顺便接了个禁疗。直接大七六啊，别闪哦，打到了悟空了。Oh my god！ 这个麦克来看大宝。那个已经看到了，棒棒马上有大，还不进点，没时间了。那个中间的没时间。棒棒再进点，棒棒再进点，棒棒把点盖住了，但是可以他激素给啊，激素给啊，哦，都是自己人，不用不用给，不用浪费啊，都是自己人。这波打过了，不用给。棒棒的睡不醒啊！棒棒这个视角，我操，感觉你妈鼠标灵敏度调了10000多。这种打不动。对，太晃了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不稳，这两枪打得还可以。哎，大锤！我的天，飞过来，飞过来！这个，哦，完蛋，完蛋，完蛋！哎，完了，完了，这个要背锅，真的要背锅。给给子，他想他没血，他想直接和没他瞬间被奶回来。没有啊，安娜给他一个奶瓶了，他们没沟通好，感觉应该棒棒说我在奶你没事的，他直接撞下去了。他想跟对面的双那个大锤双黑一下，但是对面大锤躲了。对。我要飞的神刀。这个是有点样二追三的感觉，对面换阵容了，法器天使双飞。这个大锤0.5跑吧。有人说大锤好刚，我觉得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。被胜利冲昏。他感觉打赢了，对吧？就想，哎，我他妈跟他一换一，你们打赢了啊！果然换了天使双飞了，那这样就稍微好一点，变一下阵容啊！不要说打不过了，一直不换啊！打一个阵容不换的什么的，换的话有可能还稍微……我说句难听点，你他妈这个图你换个阿三出来，对吧？打不过换个阿三出来都不过分。哎，大锤冲进来禁疗。哎，真的是两边大锤都是相互送啊，相互充能。就剩奇奇看哪个奇奇。感谢 Q 一的鱼丸。怎么样？这边是有法拉的，奇奇太高了，双飞法拉。他们处理不了这个法拉，现在问题是。有奇奇有法拉，还有激素。
给了迪瓦，又给了迪瓦。棒棒，我感觉他这么喜欢迪瓦。迪瓦可能是妹子吧。这迪瓦好像是一个队的人。迪瓦是他们的教练。耶，教练。哎，教练，这个怎么跳楼了？啊，撞下去了是吧？把他这个骑楼弹下去。我看他怎么跳楼了，我的天！用了这个法拉，用了个耶，跳楼了，意思。这边得想办法处理一下法拉，不处理这个法拉很难了。波法拉是有大的，波法拉金开大完美。哎哎，思维全被打飞了。可以，没人打。哎，法拉被一个小迪瓦收了。哎，没事，有他给拉起来。小迪瓦被轰炸，这有点伤。对面迪瓦没开始大，还有这个迪瓦没开始大。对。加波又有激素啊，估计激素又是给迪瓦或者大神。激素可以给七六啊，哦，你说棒棒是吧？可以给、啊、可以给靶机啊，啊，不酸。来这边一个窗口大招，我的天！砸手双飞，这个大招很可以。那这波基本上要输了，这波大招把天使炸死了就很僵硬。天使没大，主要是把两个一个 C 位还有一个这个天使炸死了。这两个人虽然没大，但是你场面上输出跟不上，已经崩了。这波气都是有大的。肌肉在疯狂开，开大了吗？肌肉要开了。哦，被自被那个帝王骚扰了，然后再弹个半子。哇，开大肌肉，打死了。OK， 我应该是打死了。哎，天使死前拉了个人。哇，这个 DJ 的叫声，哎，可以打、啊、感觉。对，可以打。别怂，对面都没人了，就两个肉，再把大神收了，可以把点占了，只剩一个安娜了，点里没人了。安娜赶不过来，但是太晚了。这波法拉又有大了。打出风格，打出水平。可以，可以。战总，你这个话太官方了，有点这个。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感觉。法拉，别打！哇，哎，这个法拉，哎呦，掉下去了！哇，这个太实感了。这是最后一波了，这就没办法了，赢了。好尴尬呀！啊，那恭喜这个气大火好是以2-1战胜了 FB。啊，这个就场面就很僵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要拯救少女和气大火好了。如果打成了死循环，我们就要看小分。小分方面的话，现在还不好说啊。下一场的话。